嗨，各位，有朋友说我们绍兴没有好吃的川菜馆，这我可就不同意。绍兴虽然不怎么能吃辣，但是好吃的川菜馆子还是有的啊。所以今天我带你们去吃一家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川菜馆子，而且是属于那种苍蝇小馆子，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。走，我们现在赶紧过去，我都已经等不及了。到了就是这一家三峡鱼庄。哇哦，今天我觉得我好幸运啊，今天感觉他们家人不多耶。然后哪里点？阿姨，哪里点菜呀？随便坐是吗？哦，那我这吧，我这吧。一个人吧。啊，给我一个中份的豆花鱼。中份吃辣吧？微辣吧，微辣。阿姨再一个喜烧。哦，对。一个够两个的。没事，我吃不完打包嘛。好好。一个喜烧肉，再一个干煸土豆丝饼，再来一个泡椒猪肝吧。然后拿一个果粒橙大瓶的，就这些吧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眼，就是他们家菜单哦，的菜的品种不会很多，就一叶、两叶、三叶，后面就没了。但是他们家就是，有许多我比较喜欢吃的，比如说粉蒸肉啊、烧白肉、喜沙肉这一类的菜，然后包括他们家这些都是做的非常非常好吃的。哦，对了，顺便提一句，他们家这个干煸土豆丝饼真的深得我心。来给你们看一眼，这个就是我特喜欢的一个干煸土豆丝饼，然后这是我点的一个豆花鱼，哇哦，然后这个是刚刚上的泡椒猪肝，然后这个是加沙肉。真的，我还是头一次吃这个加沙肉呢。它底下应该加的是糯米，然后上面是加了豆沙的肉嘛，然后再加了白糖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吃吧。这些菜都是要趁热吃的热菜。我们先吃这个猪肝，这个猪肝上的时候，那个叔叔就跟我说，姑娘，这猪肝得趁热吃。那个猪肝真的好嫩好嫩，我基本上真的很少在外面能吃到这么嫩的猪肝，然后它是酸辣口的，是跟这种酸萝卜一起炒的，哇，好酸。然后来吃这一个加沙肉，哇，我感觉这个肉它会属于说是那种肥肉偏多的哈。这个肉我说句实话，如果说你不喜欢吃肥肉的就不要点，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肥，中间夹的我感觉它也不像是豆沙，但是吃不出来是啥，有没有宝宝知道中间夹的是啥呀？这个肉其实是有点腻的，因为我之前来的话从来没有点过这一款肉，下次来还是乖乖的点那个扣肉或者说那个烧白吧。然后这个就是我最爱的土豆丝的一个饼，这个土豆丝外面煸的焦焦的脆脆的，然后里面还是嫩嫩的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不会很油。然后来吃这个豆花鱼，哇，先来一口鱼片，你们能感受出来这个鱼片有多嫩吗？真的我都不敢用力去夹它。这个鱼片真的很嫩很嫩，它的那个嫩不是那种用那种淀粉调出来的嫩，然后它这个豆腐用的是那种嫩豆腐，不是那种老豆腐，所以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是那种很嫩很嫩，但是相对来说没有老豆腐那么入味。你要帮我拿个大碗米饭。此时此刻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啊，就是我前面那桌是一桌男孩子，后面那桌也是一桌男孩子，然后旁边也是一桌男孩子，我就被夹在一群男孩子中间，我恐男啊，我这哎呀，就感觉就浑身都不得劲儿了啊，这也太不是，你给我盛满就好了，吃得完。我叔叔拿了一个大盆，然后就装了一碗米饭的量，我觉得有点好可爱。谢谢叔叔。来吧，咱们来一个自制的猪肝寿司。哎呀，真的，来他们家，我觉得这家猪肝必点。而且他们这个鱼片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小刺了，就你可以吃得很爽。都在帮我加碗米饭，来吧，我直接拿着大碗干了。虽然我一度有过心理纠结，就是在一群男生面前要不要保持一点形象，但是我觉得形象哪有干饭重要。哇哦，真的不得不说这一份中份的量真的是贴足了，我把它捞到饭里面，然后做一个豆花鱼拌饭。我给你们看一眼，真的是满满一碗的鱼片啊，掏出我的干饭神器。
搞定。各位，今日份消费157，今天是四个菜加一瓶饮料，而且是一个中份的量非常非常足的一个豆花鱼，我觉得157真的是很良心很良心。好了各位，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儿了，就是如果说你喜欢吃川菜这一类的话，这家店你们真的可以来试一试。 OK，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喽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嗨各位，今天来便利店吃个下午茶吧，打起我的小兰兰。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吃什么。哎，看我发现了啥。哎呀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形式的面，必须来。然后来一个芝士帕尼尼，芝士鸡肉帕尼尼，再拿一个这个吧，北泡菜北牛卷。然后就是甜品，我在众多甜品当中一眼就发现了这一个，必须买一个。然后就是711我最喜欢的一款，这个巧克力瑞士卷，然后再来一个抹茶蛋糕冰。帮我拿一点关东煮吧，还有这个鸡蛋，抹茶蛋糕，对的。然后蟹棒拿一个，然后鸡蛋拿一个，这个是风情串拿一个，然后三角的这个。然后在这个圆的，然后再拿一个萝卜，先来吃一个关东煮。这是一个粉丝紫菜三角。还一个蟹棒。嗯，这个蟹棒好好吃啊，蟹子包。这个鸡蛋糕特别嫩。然后我们来吃这一个桶装炒面。哇，嗯，哎，你别说，这炒面还真挺好吃的。它这个面用的是这种比较粗的那种圆碱面，然后里面还有这种蛋皮啊、青菜啊、香菇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店里的那种，肉丝炒面味道差不多。我来一个泡菜肥牛卷。哇哦，给你们看一眼它里面的馅，就是生菜加那种肥牛。很好吃，那个肥牛特别的柴，然后泡菜味也不像那种正儿八经的泡菜味。然后来一个双芝士鸡肉帕尼尼，然后我再自己 DIY 一下下。这不就是之前网上红火的炒面帕尼尼吗？这个真的可以，这个真的可以。刚刚下过雨，潮湿的空气，熟悉的风景，收拾好行李，出发去旅行，希望能遇见你。也许在路上，或是在家里，我是某个目的，莫名其妙，你打了个喷嚏。然后来吃这三个小甜品，我们先吃这一个草莓雪媚娘，这个样子真的好可爱啊。
它这个雪媚娘的皮软软糯糯的，然后 Q 弹，然后里面是草莓酱加那种奶油，然后来一个711我最爱的这个巧克力树跟蛋糕卷，给你们看一眼这个巧克力的量，看着就觉得说特别幸福。 今日份的下午茶是多巴胺的下午茶，舔手指的快乐谁懂啊？最后来吃这个旋风抹茶蛋糕杯，我们看一眼它这个顶，强迫症患者看的特舒服。 特别浓、特别浓的一股抹茶味，甚至有一点点苦啊。然后它这个奶油有点腻，感觉不是冻奶，中间还加了这个奥利奥。 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我们这一顿711的下午茶就吃到这喽。今天这一顿下午茶花了100多，我感觉我吃便利店真的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划算，动不动100就去了。如果你们喜欢小兰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